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原谅了你，因为我也无法原谅我自己，是因害你成这个样子，完完全全是我的错。你没怪我，恨我，反倒回过头来帮助我，是因是我们之间扯平了，还清了前世的债，还是你我真正的清醒了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如果爸爸没死，如果我没认识王一凡，我们之间会不会是对好父亲？你是不可能下床的，我知道你也不可能痊愈了。是你为什么到现在你才知道需要我珍惜我呢？你才告诉我你爱我呢？为什么我用了刀抗议了这桩婚姻的不公平，才换回了你的良知呢？为什么一定得付出这么惨烈的代价，才换回我们这一刻的和谐呢？你要我原谅你什么？鲜血已经洗涤了我们之间的恩怨，我不祈求你的原谅，可是我还能给你什么呢？如果老天爷真能让我们重新来过，那么诗音，你会不会真正宽恕我呢？
迷过。生男孩，就叫焕然。如果生女孩，就叫妈。起名字决定好了。
留在家陪妈，有什么事我会打电话回来的。好，陪。你一定要设法叫他多吃点东西呀、啊！你告诉他，他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啦，能回家早一点回家啦。离婚协议书都写好啦，以后能和你家各不相干的啦。好，知道我走了哈。